1991年出生的刘诗雯如今已经29岁，当年她出道很早，成名也很早，被广大球迷冠以天才少女的美誉。继往昔16岁的刘诗雯便获得了全国锦标赛女单冠军，足见其天赋有多高。刘诗雯的天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速度这一乒乓球要素的理解，她打球干净利落，属于典型的速度流打法，连珠炮式的进攻给对手很强的压迫感。如今身为29岁老将，刘诗雯依旧坚守本色，速度依然是她的制胜法宝。不过随着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年龄的增长，她在技术层面融入了很多新元素。在高手如云的国乒，我们不缺经验丰富的老将，刘诗雯需要把输掉的关键比赛赢回来。十年磨一剑，刘诗雯已圆梦布达佩斯，明年东京奥运，期待刘诗雯圆梦东京。加油小枣，还有一种坚持叫刘诗雯。